我漠河水族今日遭此劫，非血债血偿，不可磨灭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桑丘甘愿堕命。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已经晚了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。可惜了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放妖手。 事情不好了，桑夫人不见了。这不是战神明月吗？我还势不两立，你们想放金子，屠罗网，一起散！拿不走，是了。还差一点，我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尽快封印邪骨，待神髓燃尽，这世间。 将再无战神，不能让他们去赤渊魔神，趁着空间尚未彻底关闭，和你我二人在这里将我与他锁。不，楚王，住手！神域想将我们困在此处，楚皇，明月，失败了，你们阻止不了我，这一次你绝无可能生还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待在竹林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 神脉二君与长泽血战，那明夜呢？战神明夜，众神祭泽，亦不知所措，连战甲也难以抵御。再过片刻，恐怕就要消融殆尽了。这里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不过只有一次机会，请送我去找明夜。不管他在哪里，我都要把他带回来。小心！谁在上面？是我啊。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 我的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明夜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，不许看我。楚皇神君怎么也学起祭泽来了？桑九小友，此次贸然前来拜访，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，我送你四个字可好？谨记初心。不如我送你一缕神力吧。这缕神力可连接你跟明夜，只要你想，便可跨越时空见到他。所以，那棒晶已是这玉清宫的神君夫人了，是吗？看来我昏迷的真是时候，是我为了你。 挖出了那颗上古冰晶，明夜战神助你去除浊气，不过是怕他人指指戳戳。可是你能无浊妖气，于他而言，对内丹损伤尤甚。等你日后妖气郁结之时，来找我吧。传闻漠河自古便是一条凶河，难保水中没有妖怪。你去替古沼找看。漠河深处，当真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，立刻召集国中术士前往漠河。 沈国国运进来，景国也没什么不好。听说他们军队驻扎在漠河，对战俘流民都很优待呢。你们所说的景国军队具体驻扎在哪里？就劳烦你们照顾好他。姑娘放心，会把他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叫月牙了。若你来日想学法术，就拿着这封信去长泽山衡阳宗。我记住了。开始吧。万法焚天，混元化虚，干！ 没想到吧，又被我给撞了！抓住他！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